来到萌宠动物园。这是刚开始的时候，猴哥驾车出来发现了这里好多的水果，二话不说拿起一个苹果就开啃了，肚子饿了午餐还没吃呢。这么大的一个菠萝我们肯定要带回家的，这个菠萝够你猴哥吃几天的了。猴哥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了狗狗小白和小猴子。走吧小猴子，坐我的车，我带你去吃水果大餐。猴哥开车的技术越来越好了，一边吃一边开车。别吃水果了，我给你介绍好吃的榴莲吧。告诉你们一个薅羊毛的机会，现在拼多多限时返场，5斤榴莲1块钱，有机会秒杀，活动限量1000份，截止12月31日，活动链接我放在左下角了，快冲。小猴子你怎么不吃呢？